第十八题，有一物体在地球表面上，其重量为72公斤重。若地球半径为 r， 今将此物体移至离地表2r 处的高空，则该物体的质量应为多少公斤？同学看到一个半径 r 又移到 2r， 就想到了万有引力定律，要跟距离平方成反比，距离变3倍，平方是9，反比是1/9，所以72的1/9是8，就是8公斤重。但是那个受到万有引力的是重量，可是题目问我的是质量。我们地球表面上重量是72公斤重的东西，它的质量是72公斤，那我们晓得质量是不会变的，所以在地球表面上72公斤搬到外太空，它的质量还是72公斤。因此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则该物体的质量应为多少公斤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72。